大唐鸿胪寺官员人等，恭迎八方宾客莅临长安，请。2012年12月，那个大家永远铭记的老 WWE 斩获了 IPL5 的世界冠军。他们让 LPL 的旗帜在国际赛场上飘扬，那一刻，他们是中国的骄傲。2017年4月，这个朝气蓬勃、充满力量的 WWE 拿下了 LPL 春季赛的冠军。他们用完美的实力证明了自己在 LPL 赛场上属于 WE 的那抹红色。2017年10月，他们在全球总决赛中杀入四强，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世界舞台上告诉大家，他们还有无限的可能。而现如今WE 回到了古城西安，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，他们荣归故里，再次启程。这个夏天比西安的天气更加火热的将是 WE 的每一场主场比赛。2018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夏季赛现在开始。紧缺的时候，我们更多就是磨合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有许多新队员加进来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磨合了我们的配合跟气氛，所以最重要还是这里。玉米和光的话，他们的风格都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风格，但他们两个总体来说都很稳，对线来说的话就不会给对方压力，但也不会让对方制造压力，所以对他们两个中的话是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的。WE 같은 경우는 이제 상대적으로 강팀이다 보니까 이제 좀 더 많은 준비도 해야겠고 이제 시안이라는 도시도 처음 가보게 됐는데 이제 가서 꼭 이겨서 좋은 기억으로 만들고 싶어요. 일단 엄청 어려운 것 같고 이 버전에서 이제 잘 적응하는 쪽이 잘 살아남지 않을까 생각해요. 减速拉了一个飞行往前，不知道康利就在背后 Q 被 Q 到，露露给了个大招弹起来，这一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波，盲僧拿到六拿到红包回来，一脚踢过墙，就是这一波，有点果断，根本就没有犹豫。我们看到想到这一波就是 WE 中野最强势的一波了，这太夸张了，就身上有一个就是火箭腰带，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掌握，但是康迪现在摸一下下路有没有机会，牛头上来一个 WQ， 盲僧给到 Q1 Q2 踢过去，卡莎被动没能打出来，然后卢锡安用一个大招，哎呦，点燃一个举盾的牛头可以阻拦一下，有个眼睛，这个眼睛哎打掉，能捡到吗？捡到可能要送命，摸眼交闪现，但是立刻被跟了个闪现，牛头把人给顶开，牛头自己垫后，大家有大招，他有大招有闪现，没事，还是比较安全的，露露还保了一手，直接拿下了峡谷先锋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局地的胜利。上路要出事了，牛头直接闪现就瞄准对方的球球，球球这边被顶了一下，和卢锡安这边逃生能力是有限的，只能力拼反杀了，伤害确实相当不错，加了个闪现，有办法，正强洗礼被闪现给躲过，在加速 rush 这条土龙了，打掉先手打掉，九武器只能看着，也没什么办法。但这个时候开了个反击风暴上去，遇到的是布隆，布隆举着个盾顶在前面，
然后回身被动是成功的反越了贾克斯，而且剑魔满路的一个状态往前一撞逼出闪现，牛头还在后面殿后，但是应该要被留下击杀了。但现在这时候 TP 到后面已经晚了，火龙已经打完了，但是催眠气泡睡到了西夜。剑魔一个人进场以后，一个打两个被盲僧一脚踢开，正面的部分西夜已经倒下了，后面牛头正在赶路，但是索伊一直在妨碍他，闪现的一个 WQO 顶上去没有太大的效果。23分钟后可以拿下第一条的大龙了。小 B 是选择让957快速的去带他们的猛攻，那如果早一点踢下来，说不定火龙都有可能会拿到。然后第一当时是判断我们人多，但是西夜感觉第一时间没有得知后面有个 TP 在。就这一手的话 ，TOP 确实打得比较非常规啊。一般来说，要打火龙的时候都是直接踢过来的。抗的可以说最好的一波机会了，这要绝命一波，这次是必须要绝命一波的。顶了一下贾克斯接上马瑞，这边被连打了两招以后开启大招准备反击下手，但他们错过了这一段时间。哎，又是一个 TP 绕后，这边剑魔但被留住了，没有闪现交出大招，要被留下来了呀。剑魔侧边加上一个布隆大招，但牛头吸掉了几乎所有伤害。贾克斯找到一个时机进场，开始往卢锡安脸上敲，但卢锡安一个滑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，从后面回来，卡莎在背后安全的位置不断的输出，先把剑魔第一波给打倒。但此时布隆举起了个盾牌，防住了下一波的伤害，反而是进场的牛头自己倒地。这打大龙速度非常的快，大龙血量已经下来了，拿下了大龙的 W 一。现在是进入一个追击战还是撤退战呢？看起来有点犹豫。牛头把大招开起来，断后交了大招，大招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被 TOP 粘了上来，布隆还粘着他，点了一下点出被动，他那边 W 一下赶紧走。 Gentle 一个人有点落单，957这个位置还往对方家里跑，但这样的话一个人可能就走不掉 了，交了一个闪现。这个时候 Marine， 我们看 Marine 在干嘛，他在拆高地了，让队友去做追击。马瑞已经拆起了高地，卢锡安交出了一个闪现以后，再粘上来跟九五七做一个单挑。哇！九五七瞬间打出伤害，达成反杀。哎，拳头在这个位置，感觉有些迷茫。时间都是在 rush 完大龙，达成阶段性目标之后，后续的犹豫是导致他们前一波打出了一个主因。这一波贾克斯是有复活甲的，直接被打倒以后，复活甲白白浪费了。布隆还补了一个大招压制他起身。957这一波太差了，957被打死，被大招被打成一丝血。唐僧一脚是把剑魔给踢开，但剑魔还有二次进场的能力。布隆在前线准备要打一个控制，剑魔第二度的进场，留在前线的康帝遭到击倒。呀，这样的话上野双双阵亡，其他牛头也没有大招，没有前排，两个梅亚都被推掉，这一波应该是没有了。牛头的一个 WQ 正起的四人，后面的卡莎正在寻找输出空间，但还是来不及，由 TOP 摧毁了 W1 的基地。在第一场比赛胜利1-0，暂时领先，恭喜 TOP， 恭喜 TOP。TOP 前期拿到的优势确实比较大 ，W 在劣势期间就是稳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就两条大龙都没有输掉比赛，但最后可以说还是出现了一波失误。我真的觉得很可惜的，我真的觉得 W 那一波 Rush 大龙很有可能是转泪点，但是 Rush 完之后到底接还是走这一点，其实队员出现了一个犹豫，以至于说奔在前方先把大招给开掉了，然后这一段时间 W 的其他四个人在后面犹疑不定，没有能够把握住那唯一的一个时机。你要撤退直接卖奔，或者是奔开着大招上去扛伤害的时候开一波，两种选择都没有做。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你卖一个没有闪现的牛头，然后牛头作为一个辅助，其实并不就是你手加的。